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不像我们继续游玩东方再起啊。OK， 不像我们回到紫云寨，佛山大军已经撤退，看来紫云寨是保住了。祝你福佑无限永长，祝你福佑无限永长。小主，是这位两位大恩人解救了大伙，我这条老命才得以保住，我们可要好好谢谢人家。多谢二位出手相助，今天能解救扶桑大军，全是两位的功劳，南凤凰感谢不尽，还没请教两位恩人的尊姓大名。南教主严重了，毕竟你单名一个同志，这位是扶桑来的扶部乡民，扶部姑娘。哦，原来不是所有扶桑的都是坏人。敢问两位与这些扶桑军人有什么纠葛？实不相瞒，我与扶部姑娘都是为了了解扶桑军人潜入我大明朝的意图，才会一路尾随他们而来。这些人都是前扶桑太阁丰臣秀吉的旧部，官员之役在战败后行踪成谜，从而他们流亡到大明国，意欲东山再起。我父奉幕府大人德川家康之命，派下面前来查探虚实，没想到传闻竟是真的。他们集结兵力，攻打沿海的诸城，然后又大举袭击苗区，不知何故对周围苗区均秋毫无犯，却集中兵力直取紫云寨，可见是针对五仙教而来。刚才从敌将口中得知，他们是受到什么东方教主之托前来招降贵教，属李某愚昧。搞完谈教主，这个东方教主究竟是何许人物？他是前些日子统领日月神教叱咤中原五年魔头东方不败。东方不败，据说日月神教前教主已被击杀于黑木崖，为何扶桑人会帮出这么一号人物来狐假虎威？这就是我苦思不解的地方。按理说东方不败名气虽大，却也不至于名扬海外。再说那这群扶桑人意欲复国，根本没必要来淌日月神教的浑水，除非这个东方不败还活着。而东方不败与扶桑的结盟，想借着扶桑军的兵力帮助他夺回日月神教的江山，再进一步席卷整个中原，这恐怕是目前唯一合理的推论。东方不败不但未死，而且模仿在即，这是要赶紧通知日月神教任教主才行，让众人对他有所防范。李兄，看来大家都有志一同，不如咱们一同上日月神教总台黑木崖一趟，不知两位意下如何？扶部姑娘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一块走吧。萧长老，对，配错了。萧长老，有劳你带领各寨重整本教防务，我与两位恩人前往总坛警告任教主。教主请放心，这里就交给我处理，你快去吧。李公子，扶部姑娘，咱们整装完毕后即刻前往黑木崖。OK。我说音乐了，我自己叫音乐出来。然后我们跟萧长老讲个话，左下角是吧？左下角，这个吗？被骗了。右下屋啊，讲错。右下屋这个吗？不是仰望台，对，是仰望台。是这个吗？有了。你知道吗？听说在苗区密道有个神秘商人，卖的都是些罕见的武功秘籍。可是那商人只在游戏玩过，只卖给熟客。如果是陌生人去的话，一定要介绍信才可以。你手上这个不就是介绍信吗？那你一定要去看看他卖的东西，否则你可是会遗憾终身的啊。OK， 好，这个是你有玩五岳剑派的话，破完之后有那个记录档，你就可以在玩外传的时候拿到介绍信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苗区密道买那个神秘商人的秘籍。OK， 好，我们先跳快转吧。好，我们到苗区密道，我们找到这个神秘商人。你是谁啊？我可不做陌生人的生意。走走走。这是
好吧，这样就算熟人介绍来的，姑且让你看看我手上这些稀世珍宝吧。哦，沙小，这沙小，可习得攻击敌全体敌人之强力招式，需段位转移第三者。这个东西啊，段位转移第三者，这些东西要靠秘技才能买到，才能学到。啊，独孤九剑，攻击一层380，甲贺忍术逆中袭，可惜的攻击全部敌人之招式。哦，增加我方攻击力之招式，可惜的攻击敌方全体并造成三种异常状态。OK OK， 提升我方内力之招式。哇塞，鬼王王连真的太夸张了。OK， 好，买完了。好，我们来到了黑木崖。星星潭，哦，这个，哦，这是上黑木崖的地图了。山门，是我要走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攻略是说这边应该进来就有发生剧情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有 bug， 糟糕，黑木崖被攻占了，还是慢了一步。你看，扶桑大军将黑木崖围得水泄不通，我们如何能见到任教主？别急，我知道一条密道可以通往真德殿，当你为防万一而建造，没想到最佳今天用上了，快随我来吧。就是这里，走吧。我也太快了吧！到了，就是这里。等等，有人来了。任教主，小声真难听。是任我行就这样挂了、啊。教主神功无礼，统一天下指日可待。看不出来，岛主将军也会逢迎之术啊？为何听起来却有些刺耳呢？不敢，家主有何指示？松山派左冷禅现下正在准备五岳大会，届时中原各大派齐聚松山，正是我们将中原武林一网打尽的好时机。岛主靖将军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是，岛主靖立刻去办。你似乎很不愿意听我的号令，是不是？岛主靖将军，容我提醒你一件事：现在的明朝政府与德川幕府的关系良好，唯有东方不败统一中国，你们封神家的复国大业才有希望。这一点你可要好好记清楚了。岛主靖明白。什么？是，快走！是任务行程要挂了啊！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是东方不败，两人出手，我完全看不见。东方不败的武功以真境，以真化境，连当时抢好任务行都不是他的对手。看来这场武林浩劫是在所难免了。慢，我们还是希望当今世上能与东方不败匹敌者，还有令狐公子一人。令狐公子，那是谁？现任衡山派掌门令狐公子是当时的英雄才俊，也是黄山派风清养老前辈独孤九剑的唯一传人，剑法如神，当年一举击杀东方五派功劳最大的，除了任教主，就是令狐公子。看来只要联合这位令狐掌门的力量，我们还是有机会阻止这场武林浩劫。但不知此刻令狐公子是否仍在衡山？任教主请不用担心，联络之事就交给乡民吧。任教主，服部姑娘也先遍及各地，
等他出面，一定能联络到令狐公子的。太好了，我等就先回紫云寨静候消息。哇，所以，好，我们就直接回紫云寨吧。好，我们到紫云寨了。南教主，我已飞鸽传授给各地的联络站，相信很快就有回应了。太好了，在等待情报这段时间，就那妹子好好招待两位救命的人。大家听好了，这两位是五仙教的上宾，大伙好好地管他们，绝不可以有半点不敬。是，南教主，你严重了。林大哥，你这么说太见外了。今天无论如何要让妹子尽人地主之谊嘛。来来来，我今紫云寨里有任何东西，请勿客气，将告知咱们。既然南教主这么说，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，够爽快。如果需要休息的话，此房间可以那么舒服的睡上一觉。OK。这任务型在外传没讲到话就挂了。然后看一下。OK， 直接休息就好了。南教主，根据我手下探查的结果，得知令狐公子现在正往赶往嵩山与参加五岳大会途中，并且要让我们一同前往会面。那太好了，总算联络上。南教主，服部姑娘，我们之后启程吧。对，越快越好，免得情况有变，我又能见到令狐公子了。这蓝凤凰是喜欢令狐冲的。好，我们快转吧。好，客栈有一个小女孩，这个好像，不一定要跟这个人讲话，但是这是为了解那个好结局的必要的支线。小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阿爷阿娘都离开我了，他们都不要我了，我是没人要的孩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都没有人来照顾你了吗？你阿爹、阿姨、阿娘怎么了？跟大哥哥说好不好？我叫蜻蜓。我阿爷出门打仗的时候说他很快就回来，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了。我阿娘等着等着生病了，他说去阿婆家，那阿婆照顾好了就回来，可是他也没回来。哼，他们都不要我了。这孩子的父母只怕都是过世了。你不要哭了好不好，就算没了爹娘，你还是要坚强起来，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生活，知道吗？可是我只是个小孩子。我该怎么安慰他呢？天武绝人之武一定会很照顾你，你放心吧。选第一个，这个剧情要不要解我不确定，可是攻略说解一下，说还是解。无论如何你要为自己好好活下去。我知道了大哥哥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，绝不会让人瞧不起我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去找秦风。二楼右下角走廊上，我看到在这里。李大哥，服务官，咱们要见面的。秦兄弟，真是多谢你的帮助，才能将孙丽将何小姐从倭军的手中救出。这一切还是靠李大哥那块心力，秦风才如此顺利找到七姑娘。我只是帮点小忙，其余都靠秦兄弟你的足智多谋啊！你大哥就别再夸小弟我了。哦，对了，从那群倭军手中救出七姑娘之时，秦风听到一则消息，说是那倭军已集结了大军，准备攻打荒木岩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为何如此惊讶？荒木岩是我们在这边主要的联动据点，也是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处。他们怎么会发现这件事情呢？既然如此，我们赶紧过去救援。不行，这一天敌人调虎离山之际，如果我们现在赶过去，不仅会遭遇敌人最猛烈的埋伏，一旦我们被困荒木野，就无法继续去追查并防止敌方的阴谋了。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你自己的同伴活生生被敌人杀害吗？李大哥，服不苦恼，不然就有秦风代替两位去救援荒木野。秦兄弟，这李大哥放心吧，秦风如果力拼不来的话，还有个能够自取的头脑，况且秦风也还欠大哥人情，这事就交给我办吧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分头进行吧，一定要将这群扶桑人赶出大明的土地。好，这个都是网络的剧情啊。好，走吧，我们直接去嵩山了。就是要去嵩山一定要走经过野店。嵩山近郊，这在哪里啊？
快走吧。怎么了？服部姑娘怎么停下来呢？此路上去就是松山的风长台，我们给赶快加紧赶路吧。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，小敏？啊，不，服部姑娘。我，你俩真是的，要没不船请得到目的地再船，好端端停下来做什么？蓝教主，你别误会，小敏只觉得感到不太寻常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不会吧，这么快就来了吗？会不会是弄错了？我相信服部姑娘的感觉，这方面她是高手。这样好了，蓝教主，我和服部姑娘留在这里探查一下四周环境，教主你就先和虫兽先行上去。不然李公子，你就先和蓝教主先行吧，我一人在这就行了，等探查无误后，香米会尽快赶上你们。这样好吗？有服部姑娘一人的话，若是敌人来袭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好吧，那就有劳服部姑娘了。蓝教主客气了。真的可以吗？这，请李公子尽可放心，小米会多加注意，小心的。咱们上路吧，李兄。我知道了，你自己就多加小心，我先行一步了。嗯。小米有危险怎么办？师父。自古帝王将相，圣贤豪杰，奸雄大盗，元凶巨恶，莫不有死。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为救众生，也需除妖降魔，杀一毒夫而救千人万人，真是大慈大悲的行径啊！方丈大师说的甚是，你不用自责。今后五岳剑派盟主就由你来当当了。令狐盟主，令狐盟主，晚辈年轻事浅，今日五岳剑派盟主之事，并且方丈大师冲勋道长两位主事大局，晚辈率领本派弟子共同驱策，共攻驱策。这可不敢当，这五岳长老掌门人也只有你能胜任，我们岂可喧宾夺主？此事绝非晚辈牵腿，实在非请方丈大师主事不可。令狐掌门不必多所推让。令狐公子，别来无恙吧！啊，还有方丈大师你好，原来是古仙教蓝教主，老衲有事愿迎。蓝教主，你们来了，免礼，都是自己人，不要这么见外。这两位朋友是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不是见过吗？那阴影小妹，这是七重兵麾下屡建奇功的抗倭英雄李参将，李兄之名如雷贯耳，方丈大师对他更是盛赞有加。哦，原来你们认识啊！久仰令狐公子大名，在下只是区区一介武夫，方丈师傅托大了，李通实不敢当。李将军可还记得老衲佛？方丈师傅十数年养育之人，李通虽身在沙场，却一日不敢或忘。方丈师傅仅受托客一拜。李将军快快请起，这些年征战沙场，也真是苦了你啊！阿弥陀佛。原来你们全认识啊，搞了半天好像就我是局外人嘛。对了，差点忘了给你们介绍，这只虫兽是我五仙教的圣兽，也是我第一号宠物兼保镖。哈，那今后还请这位特别的朋友多多帮忙了。嘿，那有什么问题？猎户公子，差点忘了正经事，我们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消息，东方不败这魔头还活着。什么？东方不败没死？东方不败确实已被我等击杀，这怎么可能？原本我是将信将疑，想将消息先告知任家主，好让他有所防备。想不到还来不及见任家主就被东方不败杀了。不会的，爹被迫东方不败，这怎么可能？不会的。属下无能，属下该死。令狐掌门，我以一位扶桑来的服部姑娘，从沿海诸城就一路尾随扶桑军人，知悉东方不败与扶桑战败的丰臣秀吉旧部结盟，意欲东山再起，想借着扶桑军的兵力来帮助他夺回过去的日月神教江山，进一步完成他逐鹿中原的野心。想不到东方不败竟妄想称帝。东方不败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，我愿意立誓一定要亲手杀了你，以为爹爹的在天之灵。
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与服部姑娘对东方不败敌军的动向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，特别是服部姑娘她身为扶桑忍者所拥有的独特观察力，她已在山下警戒，只要一有动静，她会尽快立刻通知让大伙知道。李公子，令狐掌门，东方不败大军一共是三角，敌人部队由鸟统队与忍者部队所组成，不久便会上山。哎，没想到东方不败还活着。阿弥陀佛，沉沉沙也造之不尽。童儿，你有何应应之策？情况危急，我妹只有临危送命，担起杀出重围的重任，有劳方丈大师率领各派弟子正面牵制敌军，我等一行人则负责攻敌腹背，兵形显著，方有胜算。阿弥陀佛，事不宜迟，那这就去发落。冲哥，对方拥有大量的火筒，拥有火枪吗？我练火枪好了。可杀人于百步之外，还有神出鬼没的忍者，为减少伤亡，这两个威胁可能得先解决。这倒不用担心，服部姑娘身为忍者，对忍者也分外熟悉，我们就负责铲除忍者部队，请力虎掌门负责消灭鸟枪队。好，敌鸟枪队就交给我们。服部姑娘，我们动手吧。好，所以我们要OK， 好像离开这个叫什么？这叫什么什么台？风残台是不是？我在走什么？哇，这边的地图，只要它山脚下就会打到敌人了，所以我们先。是他，上次在碧血山遇到的那家伙。将岩破袭击，哈哈哈！终于要到决胜高下的时候了嘛，真让人兴奋呐、啊！这次可没那么容易就轻易结束了。来吧，让你们看看无人中真正的实力。将岩破袭击，哇！哼，这句话应该是我要说的。绝不会让你们有苟活的机会，死吧 ！OK， 刚才我都没讲话，是因为外面有救护车的声音，我怕录进去。不过他一直没有走。是快死了。我想说，看一下他大绝。大学应该只有那个原蜘蛛那一招。好，先这样。没有要放大学的意思。我打得蛮痛的。全部休息。
他没有要放大决的意思，好吧？那就直接把你干掉了。是我技不如人了，但是这么机密的行动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的被你们识破？难道啊，不妙，你我必要通知主人。难道真被我所料中？五人中已死三人，还剩下两人，看来还无法解除真正的危机。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但至少敌方又损失一位大将，战力多少会减弱，我们先回封山塔再做打算吧。好 ，OK， 快转。好，我们要到了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多亏我铲除最令人防不胜防的忍者队，大家才能不伤己身，顺利击退敌方大军。弟子不敢鞠躬，这全是大家奋勇杀敌的结果。李公子，各位，虽然这次能击退大军，但是我想东方不败绝不会这样罢手。还敢来，杀他片甲不留，对吧，重儿？东方不败此举叫造成生灵涂炭，中原武林动荡不安。重儿娴熟作战，依你说有何打算？师父，弟子愚见，只知道一面迎战也不是办法。福布姑娘，你可查出东方不败的黑木羊最近有何异种？据我手下回报，东方不败的黑木羊大军已向大明国京城进发。原来如此，他要利用扶桑军队对付各大派，然后让主力攻向京城。好一个精致的布局！如果无法彻底解决东方不败的势力，他势必会卷土重来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不如假装中计，请方丈大师对外发布假消息，就说中原各大派死伤惨重，好令东方不败放松警戒。正是他的主力大军朝京城进军之际，我们出其不意攻打黑木崖，敌人一定疏于防范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可以集结各大门派的武林高手以及朝廷官兵，在半路给予黑木崖军一个痛击。好啊好啊，与其等着挨打，倒不如主动出击。善哉善哉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但此举维系天下苍生，老衲只有破戒以救苍生了。多谢方丈师父顾全大义，不必老衲多礼，多行善事也是出家人的本分，这件事就交给老衲去办。阿弥陀佛。东方不败野心勃勃，急欲称王称帝，唯有自导魔窟方能终结武林乱源。接下来就看我们了，走，向黑木崖出发。所以我们可以弄逆武冲吗？不行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去黑木崖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还没结束啊。那喜欢我们影片，欢迎到影片左下方的图案按个订阅，到左下小的小方红色框框按个订阅，也欢迎到粉丝按个赞，你追踪最新的消息。那谢谢大家这一集的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